各位来宾，你尝一下，李老师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，深切悼念原河南省无锡副主席、中国武术协会会员、中国武术八段、中国首批民间文化杰出传人、武术界公认的少林之王王长青同志。王长青同志号少师三人，法名师德谦，因患顽疾久治无效，不幸于2008年8月23日7时26分与世长辞，享年70岁。王长青同志生于1939年，登封寺大金殿，王上群人。年幼时代的他酷爱少林武术，6岁就投师于少林寺素皮和尚门下，开始了他的武术生涯。在少林寺习武期间，他掌握了70种少林拳法套路和器械的演练方法。1959年，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宁夏中医学校。在校期间，他充分利用学习深造的机会，边学习边认真钻研少林武术内功和少林武术运动医学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1962年，他又怀着一片爱国心应征入伍，曾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四川卫生队队医兼武术教官的他，兢兢业业，乐于助人，关心战友。王长青先生追悼会现在开始。首先介绍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单位和生前友好。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单位有中国武术协会、河南省武术协会、河南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、郑州市体育局、河南省少年军警校总校、郑州市武术协会、河南省体育局群体处、登封寺人大、登封寺政协、登封寺体育局、登封寺少林武术协会、登封寺嵩山管理局委员会、嵩山少林寺常住院、登封寺文联、登封寺文化馆、北京大学、武汉体育学院、浙江省地质勘探局、山东省书画院、登封寺武装部、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委员会、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、塔沟武校、鄂坡武校、小龙武校、少林武术研究院、武松后备队、禅院武校、文武学校、少林精武院、七台山武校、河北满城北少林寺、登封寺国际旅行社、美国独立咨询顾问公司、香港少林拳总会、美国少林拳联合总会、俄罗斯对外大使馆、俄罗斯石油公司，还有咱们民革郑州市委员会、民革郑州市委员会、马来西亚少林拳联合会、新加坡国师总会、山东临沂鲁鹏武校、山东鲁南武校、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、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、陈家沟太极拳馆、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、郑州市旅游学校学院、郑州市中原区育才小学、郑州市航院附属小学、香港白河派张国华国师总会、河南孟州武院、公益寺大峪沟镇二中少年军校、郑州市民革、登封寺作家协会、登封寺民间文艺家协会、登封寺音乐家协会、登封寺戏曲曲艺家协会、登封寺舞蹈家协会、中国武术协会。演电电文如下：京西王长青先生不幸辞世，不胜悲哀，谨向王长青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，望节哀保重。王长青先生是一位
重扣赞誉的少林少林拳传承人，著名武术著作家，中国武术发展，他不仅在广传少林武术和养生功法，潜心专属少林武术技巧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，还在救死扶伤、热心公益、救助地方教育、赞助武术事业等方面做出了诸多贡献。美国亚裔联合总会、华裔社团联合总会、美国国际武术联合总会电文如下：敬问施德谦大师不幸禅师，驾鹤西归，噩耗传来，本人等深感悲痛，在此本人仅代表国际武术联盟总会及国际少林拳联合总会及其他80个分会，特致电表示深痛哀悼。施德谦大师毕生致力宣扬中国少林传统国粹，发掘优秀武术人才，扩大武术交流与世界，造福社会，增进人类健康。少林少年军校全体师生向老院长递慰。很不幸的消息，那就是我们和蔼可亲的王长青院长被武警的病魔夺取了生命，噩耗传来，整个校园天昏地暗，无不震惊，都不相信这个不幸的事实。可是今天当我们亲眼目睹老院长那安详的仪容时，我们悲声大发，万念俱灰。请少林武术协会副主席邓峰子体育局王雄伟局长致悼词。他能亲自传授武技，又能耐心讲解武理，更能把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，他桃李遍地，师德名扬海内外。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，资助社会公益事业，奉献着自己的爱心。他教会子女要胸怀理想，勤于学习，宽以待人，遵纪守法，奉献社会。王长青同志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，拼搏的一生，学习的一生，更是献身少林武术事业的一生。他的去世是少林武术事业的一大损失。病魔虽然夺取了他的生命，但他那爱岗敬业、刻苦钻研的精神，他那为人耿直、光明磊落的魅力，他那不屈不挠、不畏挫折的意志，他那勤俭节约、艰苦朴素的作风，他那广结善缘、谦虚谨慎的品质，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王长青同志，安息吧。